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魔小白。今天呢，我回到我三重的家，然后发现了一些经典的小收藏。那这些收藏呢，就是以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很爱收集的一些东西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这样子的回忆？那今天就来看看这些收藏吧。首先呢，就是一个精彩的柜子，那里面其实收藏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专辑。你们看，这里有数不清的林俊杰。就是我老板陈威选的，然后这个是我朋友黄宇哲，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很旧的收藏，也有一些比较新的收藏。我觉得最经典的收藏不会超过林俊杰，所以我现在决定把它拿出来摊给各位看。好的，这一些就是我林俊杰的收藏，那真的是从第一张专辑《月行者》开始，我就非常喜欢，这现在应该已经是绝版了吧？我觉得。然后我有第二张《第二天堂》，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我大家可能会找到他。我正式开始喜欢林俊杰的时候是从《曹操》的时候开始，你看这个特别精装版超大的，我跟你们说那时候我都跑去签名，哎，你看，这是我第一次去现场看本人，然后那时候还有附这种，那现在看到应该会，对，一些肌肤，哦哇。第几个一百天，西界，那因你而在，不为谁。最疯狂的，最疯狂的都是这个，你们看，这么多张，全部都是新地球，它出了七个版本，几乎每个版本都拿到，而且我签名，签名，都我自己去签的，拜托，都是我自己去签的。这张很帅，我为了这一张，然后后来就加入了林俊杰的粉丝后援会，然后还得到一个叫做入会戒指。所以这是我一直很珍贵的收藏，就是去看演唱会的时候靠在椅子上的因你而在。那这些其实呢都还只是小 case， 我床底下有一个长满灰尘的袋子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